哦，我们这位弟兄真的很会做事情哦，他非常殷勤，而且好认真。看他今天把这一块本来有点杂乱的地方都清得干干净净的，而且弄得很整齐哈。啊，感谢赞美主，真的是神与我们的这些爱主的弟兄同在哈。我看看这个弟兄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愿主纪念这个弟兄，在一切所需的事情上都赐给他力量哈，赐给他信心，赐给他盼望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耶稣，赞美耶稣。天棚堂会越来越美丽啊，这个地方经过弟兄姐妹们共同的努力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营造一个上帝的花园啊，上帝让我们在这里将来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甚至儿孙哈，在这里蒙恩蒙福哈，愿主大大的施恩赐福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